大家好，欢迎来到天天汉语，我是李老师。在和别人交流时，你是怎么称呼他们的呢？是直呼其名吗？合适的称谓对我们的交流是很重要的。在中国，除了直接叫别人的名字，我们还有很多称呼别人的方法。今天我就来教大家，在中国我们是怎样称呼我们的朋友、同事，甚至是陌生人的。好，现在我们开始吧。如果大家看过我们教你们如何取中文名字的视频，就应该知道中国人的名字是姓在前面，名在后面，而且一般是由两到三个字组成的。如果你还没观看，可以点击上面这个链接了解一下。所以我们在称呼朋友时，一般只会叫他们的名而不是姓。比如我的一个朋友叫李欣怡，我们一般只会叫他欣怡。如果我们关系非常亲密，我们还可能会叫他们的昵称或者小名。比如邓老师，我们一般都会叫他邓邓。比如我的朋友一般都会叫我杰宝。还有父母在称呼自己的小孩的时候也会叫他的小名。比如我的小孩，他的小名叫小石头，我们一般在家里都叫他小石头，但是如果他让我很生气的时候，我就会叫他的全名。好的，现在我们来看几个例子。小美，我给你介绍一个男朋友吧。行啊，他是干什么的？他是北大医院的医生，长得可帅了。露露，你平时喜欢干什么？我平时喜欢和朋友去 KTV 唱歌，你呢？我也是。你喜欢唱谁的歌？周杰伦和李宇春的。刚刚这些对话都来自于我们最新推出的汉语口语课程里面真实地道的口语材料。我强烈建议大家购买这个课程，因为我们选择的都是母语者在真实环境下的对话，非常的贴近生活，非常口语化，是在课本上学不到的。如果大家想购买的话，可以点击下面这个链接进行购买。对于朋友、邻居和熟人，我们也可以在他们的姓氏前加上老或者小来称呼他们。比如老王、老李、小张、小赵。老和小的用法我们要看被称呼人的年龄，你可以用老加上姓来称呼比你大而且关系亲近的中年人，一般是中年男人，很少用它来称呼女人。小加上姓，我们一般用来称呼比我们年轻的人。小周，你是东北的吧？对，我是沈阳的。你怎么知道我是东北的？一听你说话就知道你是东北人。哈哈。为了拉近距离，我们经常还会用亲属称谓来称呼别人。你可以根据他们的性别和年龄来使用不同的称谓词，常见的有和我们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大的人，我们可以叫他们爷爷奶奶；和我们爸爸妈妈年龄差不多大的人，我们可以称呼他们叔叔阿姨。当然如果你知道他们的姓，我们可以在前面加上姓，比如李叔叔、王阿姨。比爸爸妈妈年龄大一些的人，男的我们可以叫大叔、大爷，女的我们可以叫大妈、大婶。比我们年龄大一点的人，
男的我们可以称呼兄弟、哥们、哥，女的我们可以称呼姐。这里需要注意一下，在职场中我们也经常会在姓或者名后面加上哥或者姐来称呼前辈，表示尊敬。比如赵哥、王姐、强哥、娜姐。现在在年轻人之间，他们在称呼陌生人的时候流行着一种可爱的叫法，叫小哥哥、小姐姐。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几个使用亲属称谓的例子。阿姨，去上班哦。嗯。怎么称呼您？我姓李。您好，李哥。叔叔，您贵庚啊？58了。在日常生活中，用帅哥、美女来称呼陌生的年轻男性或女性是我们最常见的。比如在问路或者买东西的时候，我们会叫帅哥、美女来引起他们的注意。在正式场合，我们会用先生、女士来称呼别人。如果你知道别人的姓，还可以加上姓，比如李先生、张女士。对于未婚年轻的女性，我们可以称呼她为小姐，但是小姐还有另外不太好的意思，所以我们一般会在前面加上姓，比如杨小姐、王小姐。好，现在我们来看几个对话。先生，方便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吗？可以，13814556321。好的。王小姐，这是我的名片，有事打我电话。好的。女士，请留一下您的电话，我们会在3天内联系您。好的，我的手机号是18703454526。在一些工作场合，或者是你已经知道对方职业的时候，出于对他们职业和劳动的尊重，我们可以用职称来称呼他们，比如老师、医生、教授、护士、老板等等。当然，如果你知道他们的姓，你可以在这些职称前加上姓，比如张老师、王教授、邓医生。好，现在我们来看几个对话。李老师，哎，在政府或者企业中担任非常重要职位的人，我们通常用他们的职位来称呼他们，以突出他们的身份和地位，比如市长、局长、主管、经理、总监。如果你知道他们的姓，你也可以在这些职位前加上他们的姓，比如张经理、王主任。请注意，对于那些担任副手职位的人，比如副市长、副经理，我们称呼他们时一般会省略掉副，直接称他们为市长或者经理，以表达我们对他们的敬意。我们来听一下对话。王经理，您是哪里人？我是广东人。最后一个，师傅。师傅这个称谓呢，有很多种用法，最常见的一种就是我们可以用它来称呼公交车司机、出租车司机，还有一些维修工人。比如，师傅，到前面路口停。师傅，
到前面路口停。师傅，门修好了吗？师傅，门修好了吗？好了，你们都学会了吗？今天的课就到这里。喜欢我们的视频，别忘了点赞、订阅和分享哦。下次见。